知不知道，我当时为了追你，我腿都快骑断了，我怎么喊你都不停。是，我要是如果知道你追我的话，我肯定就停车了。要是我那车真停下来，我也就走不了了。所以你走走12年，走得还挺潇洒的。我这哪儿潇洒了？我这不是怕我混不好，给你丢面吗？蒋毅，你觉得什么样算是混得好呢？就像你想象的那样，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游戏设计师，然后做一款惊世骇俗的游戏。你看着我，我从来没有玩过一款游戏能玩过上百遍，也从来没有一款游戏能让我又哭又笑。但是你的第一款游戏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，这已经很厉害了。你夸我骂我呢？一半一半吧。哎，那你现在是不是时候总结一下这款游戏了？嗨，是。如果你真要让我总结一下这款游戏的话，我觉得是我当年这个画面做的太粗糙了。你看这鲸鱼的眼睛，是不是应该再细一点啊？蒋毅，这是重点吗？这不是重点吗？明白，你太追求细节了，一定是这个字体不对，对不对？这个字应该滚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重点是什么？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就走了。这不是你家吗？哎，知道重点是什么？知道。那你说。这重点是，环子，我。可乐姨，你没事，你接吧。喂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这吃饭呢，怎么了？赶紧回趟公司，有急事儿。啊，行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，就公司临时有个会，我去一趟。哎，是迷宫的事儿吗？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真没事儿？那我跟你去，然后我在门口等你就。真的不用。你放心啊，我很快就回来啊。你不用回来了。赵所长这么晚找我有什么？